想请问潘文忠部长，我都乖乖待在家，放假不去人挤人的几点，但是我的同学会去，我是不是应该离他们远一点呢？在防疫记者会上问问题，就读高雄振兴国小六年级的刘佑成事前做足准备，先让我们体验一下那个，就是让记者要去访问一下，让我们想一些问题。那一个模拟的一个记者会，借有很多种问题的话，其他的同学就会，比较思考会比较全面一点。哦，原来我要注意这些，这些也要去注意到。但是在场的记者相信还有很多的问题想要提问。仿照防疫记者会，小学生当起专业记者，个个有模有样。把不会的问题讲出来，然后你知道之后就比较不会害怕。可以关心一下台湾的疫情，就是了解一场记者会到底是怎么开的，还有它的程序这样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会发现说，孩子的能量其实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大很多很多。他并不是不懂，是因为我们平常没有搭建适合的舞台给他们去发挥。小学生也能够关心国家大事，了解台湾防疫重点，并且做出提问。防疫小记者更是防疫小尖兵。大爱新闻新闻王昭忠高雄报道。